大家好，我是玉正民代表候选人登记三号的吴新文。那我们在很多的证件里面，在我的证件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另外，我把我在这个公办的这个资料证件已经送到政工所的部分，那实际上有零零总蛮多的。那我们也听到了这个两位的政长候选人针对玉里的部分有很多的想法。那他也提，两位都有提到，我们有5000公顷的农地，那是5000公顷，是不是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里来产生不同，就是说一个里有一个特色的农业，让我们玉里有不同的活动。第二个部分在冷泉，玉里有很多的涌泉，但是没有善用，包括圆环，包括洗衣亭，包括唱歌后面的涌泉，这些都没有善用，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冷泉的这个文化园区出现，或者给民众有这个冷泉的活动区域？第三个，我们知道有很多年轻人愿意回乡，可是没有机会，所以希望有园区有一个文化基地让他们来使用，然后让这些返乡的青年有一个让闲置的空间重新整合，有返乡的青年。好，谢谢，谢谢，谢谢，一分钟，谢谢大家，谢谢。